不管谁来，那都是咱们自己的事，用不着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。你别管了，你回屋，别管了。哎，我说，莫大妈，要不要我帮你借个高音喇叭啊，省得你费嗓子。去，你懂什么呀？哦，我不懂。我就是要借着这次接待活动来重振我们老肖家的威风，让他们知道知道，锅是铁打的。 别让那些暴发户太得意了。哎呀，话多了，话多了。哎，你甭管。行，差不多了啊。行，够了，够了啊。你一会儿上花店去一趟，跟他们老板打声招呼，就说我呢需要大量的香水、百合和康乃馨，让他多预备一点啊。对对对。待会儿。 我还得去芳芳家一趟啊！我问问他上次的旅游信了。嗨，你问人家芳芳干什么呀？人正准备出国，忙着呢。等晚上我给默默打一电话，让他们上网查一下就行了。等不到晚上了，你不知道我办事一贯讲究效率吗？你甭管我，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啊！不是，行行行，嗯，去吧。啊？哎，行行行行，哎。 哎，对了，那什么，刚才你说的那花，除了康乃馨还有什么呀？香水百合，记住了。香水百合。瞧你这记性。哎，对，那是买那个能长久摆放那假花吧？哎呀，这年头谁拿假花招待客人呢？嗯，老土，快去。哦，去。 哎哎，对了，你别忘了，一会儿帮我把这鱼缸换换水啊！啊，别忘了啊！嗯。王倩大哥，你怎么没进院啊？蒋阿姨她家没人啊。芳芳，我是特意在这等你的。 我，你是不是去找 Chris？ 王健大哥，我一直都特别特别喜欢你，虽然我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，可是我不想眼睁睁的看着你被别人陷害。 所以你要找人谈谈去了，傻姑娘。可是，芳芳，我一直很喜欢你啊。无论遇到什么烦恼，每次听到你的傻乎乎的笑声，我什么都忘了。芳芳，跟你在一起，我真的特别开心。哎，可是。 当初把我跟默默穿着条件小姑娘，要远走高飞了。王健大哥，你和我妈妈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最好的人了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我都会永远想念你们的。 娘俩的命，怎么就这么苦呢？妈妈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一切都会好的。<笑>
沫沫吗？我告诉你一件特别奇怪的事儿。刚才我去芳芳家了，我看着母女俩抱头痛哭，你猜，你猜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猜，没工夫，我忙着呢。你不猜呀，我来猜。我觉得肯定是芳芳出国留学的事儿泡汤了。哎，不是美国那边出岔了，就是中国拦着不让走了。哎，这回他们母女俩可是空欢喜一场喽。哎呦，我说妈，你还有别的事儿没有啊？啊，你先管管我吧，别我砸了饭碗。这孩子怎么跟我说话呢？你跟我婆婆，你们两个人一天到晚加起来打20几个电话，这别人都盯着我呢。我们妇科揣进去好几趟了，专门在我这转悠，脸色可难看呢。呀，完了完了，妇科又发现我了啊！就这样就这样。这妇科怎么这么没良心呢？嗯，收了我们家鱼缸，怎么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？哎，图哥，你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？知道什么叫朋友吗？朋友就是在你最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出现的人。什么意思？还装糊涂？怎么了，兄弟？遇到难题了？你哪儿得到的情报？一直跟王莹秘密联络了吧？哼，我可没时间听你废话。待会儿啊，我还有个业务要谈呢。来说说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进来。哟，今天怎么这么喜庆啊？干嘛呀？哟，干嘛呀？爱你呀，喜欢你呗。脾气怎么这么不正啊？这三天好两天坏的，真是。我爱的过火，走火入魔了。小东，咱们俩可都不是那个岁数的人了啊。这两个人相处啊，在一起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的多好啊！哎，要是就此背上了包袱，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认识呢，你说呢？对呀，要是你总能像进来这段时间这么踏踏实实的，不到处乱跑，我能不轻松吗？谁到处乱跑了？哦，听你这话的意思，我那么不让你信任？好好好。今天啊，不高兴的话咱不说啊。好，我陪你上医院去。今天是你照相复查的日子呀。哟，你可真够细致的，我真把这茬给忘了。来，我背你去。我才不让你背呢，我自己能走。行不行啊？没问题。慢一点啊。嗯，走吧。怎么样，眼熟吧？怎么这个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呢？看看这些设计作品，怎么也想不到出自一个毛头小子之手啊。这真是我的东西吗？你从哪弄来的？你说呢？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不明白？Chris， 对，就是他。我说兄弟，他可是对你鼎力相助啊，该说到的，该拿来的，全办到了。他走在你的前头喽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这个女人真是搞不懂。好懂，做了手脚的人。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。
哎，虽然我现在这个处境，但我绝不怨天尤人，包括 Chris， 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成功失败，绝对不是仰仗他结交了什么人物，而是取决于我们自己。行，够哲学的。请问从哪本书上顺来的呀？哎，我也送给你一句哲学吧：失败不过是一个更明智的重新开始的机会。 这个我懂。来，哎，真是感慨万千啊！又是你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你小子，这车一般呢，运气真不错。我跟你说，眼下就有一个设计公司啊，请我主持一个项目，资料我都看了。 规模不小，而且位置特棒。在新城区的中心呢，这个项目如果做下来，那影响可就大了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协助你？协助我？那可是大材小用啊！我在深圳的项目二期已经开始了，左算右算呢，这时间总推不开。正当我要推掉的时候，嘿。 你小子出事儿了，得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我呀，把你给推荐上去了。<笑>真没想到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耶，好好干吧，小子啊！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姐，别有眼不识泰山。哟，小梁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想莹姐了呗？哎，姐，我担保，刚才小梁子一路上唱着真的好想你，唱的我呀，这真的真的真的就想你了。行了行了，别说废话了，赶紧。 两个生人介绍介绍，哟，还真忘介绍了。这位是我的大学学兄，青年才俊涂一良，跟我姐特别熟，算是青梅竹马吧。这位是文化局的处级干部赵东同志，我姐的上级，是处级吧，姐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姐，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！一个姑娘娶两家。 答应好和我出去吃晚饭呢，怎么又照出？太过分了！臭小子，什么一个姑娘娶两家？谁答应你出去吃饭了？梁子回来，我根本都不知道。我看，要不今天晚上约会算了吧，我去把他们推了啊！你们聊啊！哎，再见。 这大哥家电话怎么没人接呢？啊，也许出去了，明儿再打吧。我不着急嘛，到底是怎么着了？这美国人也怎么不讲信用啊？别把美国人看得高人一等。 手指头伸出去，还不一般齐呢。哪人都能分出个四五六来。嗨，世道轮回，世道轮回。您看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在山沟里吃过苦，现如今呢，让我在家里面享受王爷的生活了，不是？那人家爹妈又是曾经在老少边穷吃过苦。 那他们的孩子现在也该欧美澳加了，不是吗？哎，你说这话不怕我向你们组织反映你？不怕，不怕啊！我们单位都撤销了，您上哪儿找我们那组织去？哼，不行，我还得给二哥打个电话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拧啊？哎，进来，大小婶儿。
你们家来客人了。客人？谁呀？那男的特高，好像还会说外国话。来了，快点准备准备啊！好好好，哎，爸。好像是二楼吧，来上去看看。啊，哎呦呦，老同学，这个请进。哎，好的，就是啊，快请进，老乡的夫人吧。对对对对对，早就听说您了，也没机会见面，我忘了介绍了，我姓林，林爱华。对，这位是我先生老钱。啊，您好您好，快请进。好的，老钱您好您好。哎，早就听说啊，您做饭的手艺特别高，我呀还想登门拜访呢。坐，好的，老钱快把水递给我，快点，快坐。您这房子装修的可真有品位啊，大姐一定是一个离家能少。嗨，哟，瞧掉了，捡起来。哎呀，谢谢啊，您都过奖了。其实前几天啊特别乱。这不是我美国的哥哥要带一个外国代表团回来吗？你说咱们不也得准备准备吗？哎，水呢？啊！哎呀，真是的！你看这花儿，这些花都是王爷买的啊。这是马蹄莲，香水百合啊。啊啊！哎，对对对，香水百合，就是用香水喷过那个啊。老肖啊，就特幽默。上学的时候，我们同学都说啊，他长大了说相声能超过马季。啊，还有那能耐。哎，沃沃，我是你老爸呀。怎么了？听语气挺灾难啊。啊。灭顶之灾呀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那林阿姨呀，也不怎么突然就找上门来了啊！爸，你到底惹什么祸了？你跟我说实话，哎，除了鱼缸，你还干别的什么出格的事没有啊？啊！有天大的冤枉啊！我能干什么出格的事儿啊？那真的，我保证。好，默默，赶快帮爸爸出个主意，我到时候怎么说呀？我啊，林女士，我听老肖说，钱先生是在国外工作吧？啊，是您回来了。我是回来探亲的。哦，大光妈经常在电话里提到你们，说你们对她如何的照顾帮助，我心存感激，好长时间了。这会儿无论如何也得来东门拜访。是啊是啊。什么帮助啊照顾的，应该的应该的啊。我们是老同学，不用客气。再说了，小林和大光啊还经常帮助我们呢。是啊，老朋友了可不容易啊。是。在国外待的时间越长啊，越看重朋友之间的情谊。来你们家之前，大光妈说要先打个电话。被我一口否决了。既然是老朋友，就别这么瞎客套。对对对，怎么样，没吓着你们吧？不不不不不，哪能吓着啊？像您这么有身份的人到我们家来，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他呀心粗，这回还不简单，记得给大家捎点东西回来，也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。千万别。其实我家好多亲戚也都在国外，他们一回来就给我带什么卵磷脂、鱼油、什么维生素，哎呀，带那么一大堆，你看我都没地方放，都不知道送给谁好了。我说大姐啊，要是让我烧你说的这些东西啊，那就好办了。我回来之前啊，他为了安排这些礼物啊，电话都快打爆了，每天都有新指示，有时候啊。是朝令夕改，头天说的，过天就作废，要求的那是一个具体，每家每个人都得有不同的礼物，弄得我每天都得求着使馆的女同事陪我去商场。人家后来怀疑我不是回来探亲，是改行当倒爷了。大光妈，
特意告诉我，您的千金正怀着孕，对，千万不能买金项链，说是啊怕闺女过敏，我就买了一串珍珠，也不知道得不得体。哎呀，您看您这也太客气太破费了，我代表我们家格格谢谢你们了，谢谢谢谢。老婆，这么早回来啊？打你电话，你就要关机啊？电话打太多，手机没电了。啊，对了，老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好，好，好什么好？我们答应倒霉你就高兴，你就高兴了是吗？怎么了？你们家出事儿了？那我好像出人命了。出人命？那救人要紧啊！你们别在这耽搁了，赶快去吧。你就偷听我们说话了，你这可不是第一次了。妈不是惦着你们，老怕你们出事儿吗？你这样做是违法的。哎，哪有时间说是非啊？你刚才胡扯呢。你才胡扯呢！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？我找你这样的老公有什么用？我找你这样的老公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啊？妈，不哭不哭，哎，是妈不对。小姐，你别让他着急，这怀着孩子呢，顶一天班多累呀！别让他哭了，默默，咱不哭了。您老就别瞎操心了，我们俩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啊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哟，真是好东西呀！林女士、钱先生，真是用心良苦啊。这跟我亲戚送的那些东西真是天壤之别呀，东西贵贱不说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重视，说明尊重。就冲你们两个这份心，我也得好好谢谢你们呢。是啊是啊，李爱华上学的时候啊，待人就特别诚挚。好曲儿也得有好人唱啊，就说林女士有这份心意，那得钱先生不折不扣的执行才有这么好的结果呀。我问你，我托你办的事儿，你哪件让我顺心过啊？哎呀，老姐姐，我和老肖可是没法比，我这是将功补过，我这曲儿唱得再好也就是一年半载的至长一回，这些年还不多亏了爱华。说起这些年呢，我是怎么也补偿不过来呀。嗨，老夫老妻的，你说这些干嘛？哎呀，你说这人也真奇怪，岁数越老越爱叨动以前的事儿，越想啊越觉得我这辈子多亏得有了他。你想啊，当初我出国的时候，我爸我妈先后瘫在床上，都是他一把屎一把尿的伺候着，什么时候打电话回来都说家里挺好，从来没给我叫过冤诉过苦。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也是最该感谢的就是我老妹儿。哎呀，你快坐下。是啊，他们这一代女人呀真是不容易，就说默默他妈吧，当年我在三线工厂工作，我们这个家呀里里外外就靠他一个人操持着。他在医院工作本来呢就很辛苦，他这个人呢又特别要强上进，领导要求他100，他非要做到101不可。在单位忙了一天，回家还要照顾孩子。我们的默默从小就体弱多病，有一次呢半夜里默默发高烧到医院去打吊瓶，他呢在旁边守着整整一夜都没合眼，也真
真难为你了。我向老钱学习，我得给你鞠个躬啊。行了行了，你这人竟是人来疯。老先生说得好，什么叫少来夫妻老来伴，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，才知道什么是真情难得啊。万一你爸被人打了怎么办？系上安全带。王姐，咱们就说先说好了啊，你去了那儿有理讲理，千万不能动手啊。哎，你怎么不早提醒我啊？早知道我带上我爸，我爸的功夫一般人比不了。哎呀，行了吧，我爸就够丢人的了，再加上亲家行凶，咱们家的事儿非上晚报头条不行。我常来找我们这个老同学玩啊，常来常来啊，我们爱热闹。那我们走了，哎哎，等着你们半天了。对，以后没事啊也常到我们家里做客啊。你干什么呢？去，我们一定去啊。好的好的，慢点走，下台阶。哎，你看，你小婶家怎么这么热闹呢？哎呀，你干嘛又多管闲事儿？到时候啊，把你热闹进去，气炸了你肚皮，可别来找我诉苦。妈听你的。芳芳，你说妈妈前两天跟你说的那个事儿，可怎么办呢？哎，家里真出的事儿了，妈妈连个出主意的人都找不着。妈妈，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，你以前又从来没跟我说过，你叫我这一时怎么给你出主意啊？这事儿啊，还是得你萧婶帮着拿主意。你敢？他就等着看咱家热闹呢，你还给他送货上门。芳芳，不行把别人想得那么坏。那大街上遇到不认识的老奶奶你都能善待，那萧婶是你什么人呢？是他的手把你接到这个世界上的。慢点慢点，太早了，不去了，你们俩都是贵客，不说哪儿去，没事就来玩啊。好的好的，太早了，再见再见。哎，再见再见。好，再见再见啊。哦，老萧啊，我还忘了一件事儿呢，你送我们那鱼缸啊，我们老钱特别喜欢，谢谢了啊。萧大哥，你的手艺真让我佩服极了，那鱼缸我真想托运到国外送给我们的大使。你想得美，我还没爱够呢。我们走了啊，再见。哎，好好。我的妈，你别哭啊，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。默默的妈，你别哭了行吗？啊，你小兰涛，
太让我伤心了，太让我伤心了。本来我以为你这个人虽然没什么本事，胸无大志，可还是个规规矩矩的老实人，可没想到你是个满肚子花花肠子的孽土匪。你别冤枉我啊，我真不是那种花花肠子的人。这里面他真的有原因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解释。解释什么呀？解释，你解释清楚。你越描越黑。你别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还记得那个上次我做鱼缸的材料是大光帮忙给运来的吧？是大光怎么了？又不是他花的钱。大光他看我能够会做鱼缸，他就跟我说他妈，哎，也就是那个我那个老同学也最爱养鱼了啊。他喜欢养鱼，你就给他做鱼缸啊？那大街上都喜欢养鱼，你怎么不给他做鱼缸啊？哎，我还喜欢养鱼呢，你怎么不做给我呀？你跟他一个病人比什么呀？他得过乳腺癌，都切了一个。我不信，你胡说八道。我能拿人家的癌症跟你开玩笑吗？他都那样了，你还这样的，你跟他争什么鱼缸啊？不像啊，他那么乐观开朗，还显得比我年轻。嗯，他是挺年轻的。你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呀，他看上去那样子好像比你年轻那么一点儿，可他这身体的零件啊，毛病多了。真的？笑什么呀？过来，过来，怎么样了？啊？我说，没戏了。你们家既无外亲，也无内乱。讨厌啊你！非盼我们家倒霉你才高兴，烦事。以你爸这种精神，你们家倒不了霉，说不定还牵扯市井呢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去看看。你刚才说我妈什么来着？哎呀，你妈这人吧，就是毛病多，老是偷听咱们俩说话，严重点这叫违法。我们在这干嘛？偷听啊。当心，人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哎呀，行行，不跟你说了。蒋阿姨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送你上医院。别动我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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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，免得骨头错位了。我自己起来。要是骨头没问题，那就没关系。别动！哎，怎么了？怎么？问问你看，他摔了。你怎么流血了？来来来，我背上你。别动我！别动！哎，好，我不动。王爷，你看这怎么办呢？你看这书都蹭上血了，人家怎么看呢？哎，你呀，真是的，这深更半夜的，你登梯爬高干什么？找这书啊？王爷，鱼缸不治病，只有看专业书籍，科学养生。你呀，真是急死谁呀？怎么了？
好啊，好啊。廖总，我这个小师弟可就拜托你了啊。好好好好好，没问题。我相信你涂总的眼力，更相信王先生的能力。王先生，回去抓紧把项目资料研究一下，争取10天之内给我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。好，我先去实地考察一下地形，然后再研究下设计红线的规划要求，尤其是停车场出入口必须得做好，以便你们尽快通过审查，不耽误工期。好啊，好啊，看来王工已经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了。嗯，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会很愉快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我说小老弟啊，你这么帅气又机灵的人，真是人见人爱呀。小声点，不知道我们家默默是个醋坛子。哦，对了，赶快给你老婆还有儿子报打个报喜的电话吧啊。工作落实了，我的心都踏实了。啊，老婆，我们真是有心灵感应啊！刚想给你打电话，电话就来了。怎么样，还顺利吗？啊，我一上午啊，如坐针毡似的。我们那妇科就跟老干炭似的，一直盯着我。这不，他刚一出去，马上给你打电话了。默默，让我怎么跟你说呢？事情不是我想象那么顺利。方案整体水平和我以前做的差距太大了，不是碍于图良人面子，我立马起身就走了。我说老公啊，你是不是有点好高骛远啊？我觉得一切还是得从实际出发。不是，建筑方案有红线，人行事也有自己的底线，如果这次把自己的标准降太低了，以后就更难跨高门槛了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你呀，千万不能把你的情绪写在脸上，尤其是绝对不能得罪涂一良。说句难听的，他可是你的救命稻草啊！你放心，我想的、做的都比你周到。就你那傲气，我还没体会过呀！我不放心，我就是不放心。走，吃顿便饭去。行，二锅头涮羊肉。二锅头，我当你的司机。二锅头，万一把你借的车给蹭了，你可不怨我啊。行，二锅头就免了。哎，咱们呀，喝可乐。一顿便饭不成敬意，默默说了，找机会犒劳犒劳你。不敢当，不敢当啊。回来了。快坐下，咱吃火锅。哎，默默呢？管他呢。嗯，怎么说话呢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妈也太那个了。默默有时候挺混的，我要是我妈，根本不管她的事儿。你是你，你妈是你妈，你妈不但给你们两个混球子心甘情愿的当奴隶，等那小东西出事了，那吃喝拉撒睡还得倚仗着她。妈，我跟你说对不起了。嗨，默默回娘家了，我嫌他烦，把他赶走了。哟呵，这么横的。反正默默也不在家，你再怎么吹牛，我们也不会传老婆舌。小健啊，好几天没见你面了，怎么显得又黑又瘦的呀？好，小健，怎么样？陪爸喝两杯，咱们爷俩也好好聊聊。聊，好好聊聊。哎呀，开个倒霉车，中午啊就免了顿二锅头，正馋着呢。儿子，满上。Thank you.
Thank you.